大家好，我是白琪啊。咁咧，我是一个糖尿病人嚟嘅，咁每日都要打三支呢个胰岛素。分別啦嚇，飯前打，咁就確保自己咧就血糖正常。咁因為其實就係講緊話咧，如果我唔打依個胰島素，打十幾年噶啦，打十幾年時間噶，唔打咧個血糖失衡，咁就到咗好多併發症出現。咁咧糖尿病人咧，即我自己都明噶啦，有幾樣嘢咧就零舍撈搞嘅，其一就係眼，其二就係心臟，其三就係腳。另外一樣嘢咧，我最驚嘅，咁我係男人啦嚇，就係腎，因為咧。據我所知，或者其實很多醫療的報告都有講嘅啦，其實糖尿病咧對腎嗰個侵蝕或者損害都幾大，咁咧從而導致咧可能咧個腎嘅功能咧會出現問題。咁小弟咧啱啱發現有糖尿嘅時候咧，都即係最緊急嘅時候啊，都曾經話喂阿伯奇，你都差啲急性腎衰竭啫喎，咁所以咧我就特別緊張個腎，咁但係咧。我緊張得嚟咧，我都除咗即係當然做運動、均衡飲食呢啲好重要啦嚇。咁但係咧，有一次偶然嘅機會咧，就有人介紹咗我食一種叫腎健通嘅產品咁樣樣，咁就係咧話可以修復腎功能或者減少腎炎嘅症狀。咁啊開頭咧，我會覺得啊。是不是真的咁犀利啊？但是呢我又覺得好像有少少怕醜喎，唔敢問人攞嚟買喎。但是自己咧有少少啊，個腎好似又唔係痛，啊揞下揞下咁樣樣，好似唔係好舒服咁，啊硬著頭皮試下啦咁樣樣。點知食咗四五個月到啦，啊發覺我嗰種咧，嗰種揞下揞下又會冇咗。嗰啲夜晚半夜起身去廁所嗰個情況又減少咗啊！原來真係好似有啲作用，同埋個心定咗最緊要。因為開頭我就驚啊，會唔會我個神唔得㗎，神虧㗎？但係咧，我食完之後，起碼咧，我一種感覺咧係感覺咗好咗好多，去廁所都去少咗，瞓覺都瞓得好咗好多。咁所以咧，我之後咧我都會介紹一啲糖尿病又好，或者你擔心自己個腎有事嘅人都好。一起去試下就腎健通，咁就睇下有冇一個好啲嘅方法，或者一個食完之後可以令到嗰個生活質素，特別係個生活質素有得可以去改善。